乜嘢事啊？哇！江湖宝贝，乜嘢啊？哇！咩事啊？呢、這个家伙系变态嚟嘛？呢、這个城市都有好多啲脑袋唔正常嘅人。我系想啦，想什么啊？你哋？哇！乜鬼嘢啊？我家私我督哥。黐筋嘅，哇！佢只眼仲要红色个，做乜鬼啊？低能，打佢，唔可以俾佢活住离开。啲变态咧，唔可以俾佢。哇！以你服紧，唔好以你服紧，呢啲一定要痛打一身，打佢。好靓啊，变态，打佢啱噶啦。哇！亢奋舞蹈，兴致勃勃咁跳舞。用啲合衣裳作态 ，Oh no！ 刑警的煽动，睇下先，唉，横冲直撞吓，溃敌猛攻，去啊，溃敌猛攻，哇，点啊？富田攻击又嚟啦，唉，臭气，睇下先，好，唉，嚟个甲子强攻。去啦，甲子！好，呢度开个大极啦，呢度。好，我第一次睇喎，强袭的精髓喎。哇系，豪火球！哇，呢啲技全部都系同山马技嚟喎。大部分都是同山马出过的技嚟噶，扣咗几多啊？哇，咁样先打69，认真。摊开了，摊开了大衣，极技被封印，即刻混乱咗啊！哎呀，黐线噶，打佢！咁样先打69，咁太少啊！百万强打变态，哎呀顶，冇揿到，但系打死咗，打到咗变态啊！哇，得五嚿水咗变态，少咗啲啊！呢个变态啊，好嘢啊，真系！边度有趣嘅？呢个城市究竟有几底层啊？唉、啊，好快咧就会习惯，我先唔想习惯呢啲事。哦吼，呢个咧真系咧稀奇啊！呢一个果然有图鉴上未登录过嘅种类，登录下登录下先。学名叫咩好咧？啊，蝙蝠男好似唔错啊！喂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哦？啊，唔好意思，因为呢一带咧唔太常见嘅种类，睇得太过投入啦。大叔，你系咩人嚟噶？我系森粒博士，啲人叫我江湖宝贝博士。江湖宝贝博士咩嚟噶？好在意啊！我研究所喺附近啊，到时再话俾你听啦。我有答谢咧，你协助取得贵重嘅宝贝资料，我请你食个点心啊！啊、有点心啊，我哋过去睇睇啦。哇，南方小朋友，但系呢个博士好可疑喎、啊，可以食嘅就食啦，如果唔系咧，冇办法去生存噶呢、這个城市。冇嘢咧，比免费嘢更好。我哋行啦，系好啊好啊。阿南方小朋友有嘢食就食了，唉，我哋又觉得唔正常。工友精力哥，腰力唔错，放低你嘅武器，依你服嘅吉他他。开翻成人浪警个安全啲啱啊！等我之后搞搞啦，呢、這个要。博士系咪姓大？加咗姓光。嗱，博士下一个呢一度咧就系我嘅事务所宝贝中心。呢一栋只系一栋商业大厦嚟啫。睇睇你都想知道咩系宝贝啦？我哋话俾你听啦，宝贝。所谓嘅宝贝咧，即系咧江湖上问题三宝，而佢哋咧亦都系宝贝嘅研究资料。江湖三宝盒咧就系江湖宝贝啦。哦哦，系啊系啊。
近咗一步解釋咧，江湖三寶就係危險分子，會故意咧找人麻煩啊，打路人啊嗰啲危險分子，佢啲資料對我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寶貝，所以我稱佢哋為江湖寶貝。咁點解你要收集啲江湖寶貝咧？呢個當然就為咗呢個世界嘅和平。平和？呢個世界，尤其是二人定呢個世界，充滿住好多嘅危險分子。上至咧一啲嘅流民，下至變態多到同咩一樣？實際上呢個世界上有幾多種類嘅危險分子，你又答唔答得出啊？哦，俾你咁問就真係答唔出咯、係咪咧？大部分都冇嘅人咧，都冇法具體咁講得出咧危險分子係有幾危險嘅外觀，有分有幾多種類。然後咧，因為咧冇辦法判別啊，而今咧仍然有人咧因為接近危險分子而遭遇到不測，所以我想咧將啲危險分子係咩人，有幾種，正確咁樣咧整成一個資料，另一半人咧減少遠入危險嘅可能性。原來係咁，大叔你雖然好可疑，但係個諗法唔錯啊。不过会咁做有啲咩契机呢？过去咧发生咗好多事，依家咧我想建立一个和平嘅世界啊！你有几多资料啊？依家呢个啊嘛，而家最大嘅问题咧，当我接近危险人物收集咧，可能会俾佢哋打交波及到，所以都冇咩进展。呢个都啱嘅，唉，真系伤脑筋。如果有个咧随时都卷入危险咧，但又唔会波及到啲咩影响。硬派又爽落嘅人就好啦。冇。如果能够找到呢个人就好啦，我哋先告辞啦。喂，等等先。咩啊？什么？唔会谂住要我哋帮你收集宝贝嘅资料系嘛？我并唔讨厌咩，直觉好准啊！你哋唔使咧勉强去打交，只要入战斗咧，帮我登录情报就得啦。反正好似呢咁嘅人咧，就算唔使刻意都会成日打交噶啦。咁样嘅话，顺便帮手都唔系过分啦。就算你咁讲，拜托你哋啦，完成咧呢个宝贝图鉴咧，亦都可以带嚟咧一般人嘅和平嘅。完成之后会提供谢礼嘅，可唔可以拜托你哋？有谢礼啊，试下啦，一班。唔好对比我啦，唉，好啊好啊，如果咁样做为大家好处都冇损失，多谢你啊，太感激啊，春日先生。咁你讲登录要点整啊？哦，好简单啫，我先帮你安装咗我做嘅 app 先，江湖宝贝图鉴。之后咧就系登录呢一个嘅宝贝嘅方式啦，毕竟咧百闻不如一见啊，就喺实战当中试试啊，嚟啊，出嚟啊，做乜鬼啊？好白痴啊！呢个，呢啲咩人嚟噶？等我安排咧嚟教你点样登录啲助手啊！你要拣咩色啊？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、緑。哦，唔系好明哦，谂下先。红色的江湖宝贝，蓝色的江湖，绿色的江湖宝贝。唉。南坡智力下降，江湖宝贝系女人度，送御三加味，下一白嚟，火水木，绿色种子，种子，绿色啦，唉，绿色绿色，好 ，Midori 绿色啦 ，Midori 等啦，我记得绿色，好，你哋去协助绿色啊，再嚟教你咧点样登录啦，唔通系谂住要我哋同佢打？冇错，呢个应用程式只要打到敌人咧就可以自动登录，打到佢哋就可以登录噶啦。真系大乱嚟！上啦，用你嘅身体咧紧紧记住咧登录嘅方法啦。乜鬼嘢啊，大佬？神秘男子们 ，OK。喂，哇咁鬼劲嘅，啲血都唔系够多嘅喎。喷佢火，喷火，哇正，
和在那个赤井点火，我想着正在观察四周围，横冲直撞，横冲直撞硬啊！喂，搞错，你撞唔到红色嘅，俾人喷啊！要打佢，佢啊甲子 ，OK OK。冇阻住，冇阻住，冇阻住，好波，掂啊！喂，咁都打唔死佢，追击追击，好，可疑举止，正在观察四周，想观察几耐啊你？你唔系应该喷水嗰啲咩？好，蓝波 MP 回复啦，春日攻击，一嘅追讨打落去啦，宝贝，一招啦，宝贝，唯有佢。可疑举止又再观察，成场都喺度观察，你玩紧啲咩？硬啊，搞掂，打低青木啦！哇，成1500，谷底翻身之龙。哎呀，机啲成，少少停唔到，系咪传说中嘅精灵图鉴？室内有甲子，边度嚟甲子玩魔术啊？啱啊，唔知喺边度拎出嚟。米格多太犀利啦！睇嚟咧，我拣你哋嘅眼光冇错，有你啲实力咧，肯定可以登录到好多危险人物，系好事嚟嘅。登录到好多危险人物，多谢你嘅赞赏，咁样就可以登录啦。啊，你试下开个应用程式，黐筋，绿色、红色江湖宝贝，啊，绿色的江湖宝贝，红国界区域。咦，咁样出名嗰啲系咪神兽嚟？我想知。好，请你哋照呢个感觉咧，打到各种江湖宝贝，收集资料啦。依据你收集到，我会准备报酬。等你收集到一定程度，我会俾个 message 俾你哋。等到时你哋再拎呢个报酬。感觉咧，比佢又好麻烦嘅事。不过有报酬咧，冇所谓啦，都啱嘅。为咗呢个世界和平，佢麻烦你哋啦。目标系成为宝贝大师。主持翁 master， 江湖宝贝，乜鬼江湖宝贝大佬，唉。